你怎么跑出来了？我想给你准备早餐，好好躺在那儿，我根本就进不去。叫外卖吧，我怕来不及，还是自己出去买去稳妥。然后你就一直蹲这儿？我没有你家钥匙啊。行了，你给我吧，我得去上班了。走了。 哎，你跟着我干嘛？早餐在一块儿呢。啊，我说怎么这么多呢？赶紧拿着。你回去再睡一会儿吧，反正你也不用上班。对。谁说不用的？老板，你忘了吗？我是您的私人保镖，经过昨晚的事情，我决定了，上个条请接等机，上班也送。哎呀，没有必要。哎，好了，赶紧吧，要迟到了。那你一会儿到公司门口的时候，可得离我远一点啊。 如果被同事看见了，感觉我事儿的，还有，交通费我可不给你报。你现在这么紧张了吗？